众生的方法。但是他那个法我学，他那个法我学，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喜欢修南传，喜欢说汉传，喜欢说藏传，我们都要懂一点帮助众生的方法，具足一切。转女生经，再来解脱道论，使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以自相饶益。什么叫自相？自己也互相都要帮，要帮助自己，也要帮助对方。啊，满持波罗蜜，要圆满这个持波罗蜜，给众生离苦得乐的种种的功德。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修持，如何修呢？各位，这个一定要观修哦。于亲友，再来中人，就是没关系的，再来怨家，这三个亲中疏啊，所以持平等心，离嗔恚跟贪爱心。记住啊，嗔恚我们知道，贪爱也不行。你特别爱你女儿啊，你特别爱奶都不行，因为这个会伤到你修持无量。虽然各位没有出家，乃至各位已经出家，更要去爱众生啊。那你要从最亲的开始看，对妈妈，对你亲爱的，心很软，心都快痛死了，要这样观，要让他快乐离苦。再来不认识的，再来对你最伤害的，你要平等的去修持。那修持一定要离断，你要在这三种所有众生断离嗔恚跟贪爱。你不断离嗔恚跟贪爱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喜欢某个人不行的。解脱道论第十一，佛说决定总持经，菩萨有四世集成佛道。哇，那打死也要背下来。集成佛道很快可以成佛，你要去做。第一，常行大慈，哀诸众生啊，众生都要快乐，结果众生现在都在受苦，做牛了，做马了，做就像刚刚早上要讲了，经常在发生各种的事情。墨西哥每年要被暗杀的至少3万，那你算几年哦？所以各位要去思维啊，常行大慈，哀诸众生。关关关关到掉眼泪，怎么去帮？虽然我现在帮不了，但是用心100%的持咒念佛，一直回向给他们。这个世界上到处有人在自杀。第二，常行大爱，为之雨泪下雨，像流泪像下雨一样啊！所以菩萨要保持这个，这个叫三昧，保持这个常行，而且要去实践这种大悲心。啊，为之语类。第三，常行大喜，何言悦人，示于众生。那各位，这是仁波切的特色。你这辈子人家问你去打坐修禅，都不知道，反正会笑就好了。啊，所以你不要看到喜欢的男人就多笑两下，讨厌的就不笑。大功德主来又笑一下，啊，所以那这就不算数了。所以我讲的意思，要把佛经当作戒律，这一条不喜欢笑了，以后给你挂个牌子，挂个牌子，人家上厕所，人家检查护照，外面还可以按这个人有没有和蔼可亲，要按一下，人大家要互相扶持，互相扶持啊，和就是柔软，好看的。愉悦的去对待所有人，来，不是光人，是与所有众生，啊，你也不要怕他。今天说，哦，那个有鬼，哦哟，好可怕！你看不起鬼，你觉得他好可怕，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卑微，啊，那你都要用和颜悦色，念牌位的时候也好。第四，常行大护，这个翻译的很好。我们这个舍是平等，但是呢，大乘的舍是平等的保护，救度三界众生生死之患。三界就是整个法界，特别六道里面，你都平等的要去救护他们生死轮回的痛苦。如果这四条做得到，这个叫四无量心，而且真正的菩萨的四无量心，所以可以快速成佛。
那各位最好把它当做你的早晚课背啊背啊背啊，就像你在背咒语一样啊。比如说你要念一次 Om Mani Padme Hum，或者念一次 Om Bhuti Jidam Bhutabha Daya Mi Hum，任何咒语，把这个背一次。所以我喜欢把它整理好，因为我经常讲，讲久我都会背一样，所以我也经常看。第12，那要讲重点。既然你要帮助众生，你要有忍辱的力量。菩萨有四事行。得忍辱的力量，这个力量什么叫力量？就是让你的嗔恚起不来，这叫力量啊！所以菩萨要有力，五力，后面还有八威德力。这个力，菩萨就佛有大力量，这个力就可以调伏，调伏自己更可以调伏众生了。所以你这个你要去修，不然你还会生气、会怒，何等回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来这边聚会啊。可能明年开始，我们就要定成绩单了。谁又发飙生气了？因为一定要大家互相，这个不是互相监督，而是互相鼓励。谁又发飙了？因为几次以后，他可能失去菩萨的资格，不能表法。你连喜欢唱诵都不能唱，有嗔恚心的人不能唱诵，有贪欲心的人也不能唱诵。因为你会把这个污染众生，那怎么办？你要念这件，先忏悔，念忏悔，至少我这几分钟绝对不要但是要修到连平常也没有，不是上座才没有。藏传人喜欢讲上座下座所以而是24小时分，连做梦你都不会有。有时候做梦就啊，我昨天做梦怎么去做那个事情？甚至去伤害一个人啊！我内心里面还有这个心态，要非常惭愧。第一个，待遇一切人如父母爱其子，亦如自身无异。你要决心哦，这个是戒律哦。对待所有人都像父母爱自己的独生子，就像爱自己一样修这个忍辱力，不然你随时等一下还要生气，还要骂人。第二，若得苦痛抓锤。歌词既无有声而不愁有，生病了，打你、捶你、割你、刺你，你要记，你要认为，这个是心记，记我没有这个，我这个身体在被砍杀，因为菩萨无我所，所以没什么好忧虑的。菩萨就最怕他的菩提心被杀了，他的大悲心被侮辱了，其他都假的。但是这个菩提心、悲心，没人害得了你。这个是你的本体，要这样修忍辱力。第三，以德解空，离诸所见。以就是真的，你要修忍辱力，要有这个谛察法忍，你要看清楚，没有众生在害我，没有痛苦的本质的存在。了解万法皆空，无虚幻，没有一个我在受苦，也没有那个人伤害我。就离开了所有的邪见，觉得说这个见，就是有人害我，或者我又是被你害。第四，身所行恶，常自责悔。当我们深夜造了恶业，要经常的要忏悔。他人所作，见而不正，那别人造恶业呢？我们知道对他怜悯，但是千万不要讲，也不要出来说，哎，我知道钱是他偷的。不能讲啊！今天警察问你，你都不能讲除非他是修行人，我们跟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结魔啊，我们再跟他说，这是为他好，不是找他麻烦。是为是是，菩萨得忍辱力，心无悔怒，所以赶快念完13。修行菩萨有四种因缘，不诳一切众生，菩萨不能骗人，不能假冒什么我是什么大菩萨。何等为是？一坚牢修学，坚固不退转的在修学菩萨道；二慈心与乐，那表现出来，时时刻刻慈悲，要给众生快乐；三者悲心悯苦，大慈悲心怜悯的所有轮回众生的痛苦，这才叫真菩萨；四者是受众生，所有众生都是我的父母，都是我们的责任，都是我们要摄受他，一直到他成佛。那这样呢，
这才叫真正的菩萨啊！修学菩萨道，慈悲摄受众生。第十四讲完，我们叫修学菩萨八种威力相应，要达到这八种威德力，而心无厌烦。很喜欢做这个事情，以于诸众生慈力无恼。那各位众生是天天会找你麻烦的，但是你要有这种慈力，因为我根本就是要给众生快乐，我不会让众生有一点点因为我而痛苦的。二者悲力成熟众生，也要有慈悲的力量令众生离苦。三善修恨怨无作者，我们要善巧方便修普贤恨怨大悲大怨，但又这个作就叫无作戒体。这个无作什么意思？不是说不知，我们白天受八关斋戒，你晚上那个戒体还在，所以叫无作戒体啊。所以这个恨怨已经变成你的连呼吸睡觉都在实践普贤恨怨啊，这叫坐而无坐。所以虽然看不到它，但是你的就算剁成肉酱了，你剩下一秒钟就要断气了，你还在，我要帮你，我在担心你，我要帮助你，死了以后我也要让你成佛。这个已经成为你的生命了，这个戒体无作戒体已经成为你的生命，因为要有这种威力。第四，智慧力故未除烦恼，金刚般若啊，断除所有烦恼。就像文殊菩萨具足智慧力，用智慧剑来代表断除众生无明，能够消除众生各种烦恼。第五，善巧方便力故无倦啊，就像各位一整天要拍很多节目啊，大家才不会觉得痛苦啊。就像我这一节课讲话大声用力一点，不然各位很厌烦呐、所以你要用各种方法，善巧方便利，无疲倦。那就像一个女人今天穿红色，明天穿蓝色，她不然她老公会讨厌她。做一个隐格心也要善巧方便。那菩萨更要千百亿化身。第九，功德力故无退所以菩萨要不断的用菩提心，累积各种的圆满的菩萨功德力，这样你就不怕也不会退转，因为这个功德力可以帮助对方。第七，智慧力故愚痴愚处，愚处愚痴就是无明所以要能够看了解一切。第八，精进力故具足以入不弃妄念，菩萨要一直一直一直冲，精进专心永不退转，所以具足以，所以过去累劫发的愿你都在实践。所以修行菩萨有此八种恨力相应，皆无厌心这个是佛陀跟女菩萨讲的宝童夫人所问经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很多都是夫人不是女夫人问的宝曼夫人问经。那这些各位的后面这一页各位都读熟了，大宝基金庙会童女会，但是呢各位要把它宣扬到全世界，因为这个是众一般人喜欢的，怎么长得漂亮，怎么富贵生，怎么眷属，这样有世间法引导他到菩萨法，四条四条，而且很多善知识都解释得非常好。好，我们回家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晚课。放一字句。